过程哦，就是昨天那个三楼的哈、哦、有去报案，报案说那个这栋的有那个瓦斯外泄，瓦斯公司也有来，但是他们查一查，说那个结果是都没有什么问题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